接着带你来看到吉安乡公所109年向客委会争取经费新建的客家合成同心广场，经中央与地方挹注经费，终于在吉安国小校区开出乡境内第一个构模大伞的风雨场域，将为地方增加休闲运动、社区教育及艺文活动等多功能的活动空间，也成为乡公所与校园共同建设的创新首例。吉安乡第一座与校园共同建设的同心广场，在中央客委会和花莲县政府经费挹注下，终于完工启用，吉安各界欢喜庆祝。中央县乡一条心，让我们在吉安国小开出了一朵美丽的桐花，创造了在地的桐花广场。当上课时间是孩子的风雨处操场，当休息的时间就是社区共同的地方。我们将舞台搭建好，把创子建设好，随时提供乡民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共融共用，让族群的融合在吉安。这也是吉安乡第一次让学校的土地运用乡公所的建设，争取到中央的款项挹注在吉安。我们也看到它是第一朵由我们模构来建立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雨操场，未来使用性跟所有的服务性都提供给全部的乡亲一起来。我们谢谢所有的中央县乡一起来共构地方四新建设在吉安。吉安乡客家合成同心广场就在吉安国小校区，是一个模构大伞的风雨场域，将为地方增加休闲运动、社会教育、艺文活动等多功能的活动空间，也成为乡公所和校园共同建设的创新首例。全新启用的同心广场将拨交吉安国小来管养维护，这也成为中央地方团结共同无缝接轨的最佳建设，要营造多赢的使用效率。谢瑞慧吉安乡报道。